阮今天重击重训半单身，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，所有情绪自理，包含那些就连接。金马影帝阮经天和徐伟宁报三月分手后，他就成为了风一样的男子，驾着他的百万重机横行天涯。三不五时，好比十四号八点半时，他会放下他的重机，来到了新义区的健身工坊重训。与其做什么划船机，不如在室外划手机。和影帝跟寻常人一般，意志不见得坚定呐、啊，上健身房玩手机的频率颇高呐、啊。那他健身的效果究竟如何呢？小天上半身练出线条了，看得出来辛苦有了代价。但他完全放腿在一边，亮出了两只看来颇孱弱的脚啊卡。苹果鱼浪爱小天呐、啊，男人的小腿很重要啊，报道。苹果爆料拿奖第三周冠军出炉，近100万人次争睹，直击裸男满身血，女皇喊救命，恭喜万小姐夺得奖金20万元。编辑部特别奖玩命国光司机看手机3分钟60次，恭喜读者台中李小姐夺得编辑部特别奖，奖金10万元。爆料的大奖活动即将截止，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你。